好，所以早上来啊、哦，就是到这一边，对不对？到那个位置。哎，啊，现在这样子，大概你预估还可以再卖多久？这边如果一下子来的话，拿个十杯的量，大概十杯。如果他有加红豆，大概十杯。加红豆十杯，如果没有加红豆的话，大概就六杯到八杯。那所以说大概就是在六到八个客人啊，就差不多了。半满。OK。所以你今天来到现在这样子，我看哈，因为你是8:15哈，8:15你把车子固定好，开始做生意的了。那现在啊，你准备好，大概你是8:30开始营业，所以现在大概九点半多了嘛，哈，一个多小时，这样子是正常的营业量。所以今天算生意好。今天算正常哦。你所谓的3个小时，就是说你从家里出发哦，从这边起算嘛。OK。我刚刚有在车上看我的那个时间哈，你大概骑过来大概35分钟了。人家爱买。